我觉得电竞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如果你要在虚拟世界非常厉害，那你就需要从日常生活开始调整。Holy smoke! That's dope! Holy smoke! What the heck?我觉得电竞可以训练你的专注力跟反应能力，还有训练你的思考能力跟做决定的能力。如果有人反对你电竞的话，那表示他们没有这些能力，像是那些长辈啊，或者是一板一眼的人，他们没有这些能力，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电竞。Oops.我觉得只要适当的玩电脑挑战自己，你的生活肯定会更加有趣，因为你可以控制你自己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。我觉得电竞不是件坏事，而是你被游戏束缚。如果你无法自拔，一直沉迷在虚拟世界当中，那你就 GG 啦。Holy smoke!Awesome teammate. Holy. Yeah. Woohoo!Holy, what the heck is that? Oh, 接着我们今天电竞日常影片，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，订阅我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，那你也可以订阅我的电竞频道来看我开心电竞。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生活日常影片的 playlist,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w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